来试试看味道怎么样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清汤面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我觉得愿意一起平平淡淡过一生，那才叫爱情吧。等水烧开后，用勺子顺时针搅拌，打一个鸡蛋，下面条和自己喜欢的蔬菜，配料和比例都在屏幕上了，记得做好笔记。芝麻油是灵魂，可以多加一点。放入面条，炒好水的蔬菜，还有鸡蛋，一碗简单又好吃的清汤面就做好啦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